比喻一下，好人贵吼，要表演，好人贵嘛要表演吼。刚刚以前有人有讲过啊，你若知影啦，先卖有，有捌听过叫看卖。咱前都有做编啦吼，直接咱这位哦，有做编过啊。你看在哪里修建的时阵吼，你早期的修建吼，空军的吼，拍着军。用棍拍红棍啊！用棍拍红棍，二出先意，一句成语，不要二点我啊！下地下地啊！下地下地，搞搞！不可以注意，还好用棍两个拍哦，还下地天气对吧？啊，红棍两个拍下地地哦，是不是？咱即阵来咱前地这个所在，听顾经理、听点文书、朱经理，咱去这个所在听到你，还下地下地哦。哎呦！最初你都感受会到对吗？哎呦！那去年也搁感受会到对不对？咱预算够侪，大家拢去佚佗，咱就要来个过一番。但是今年咱在当家过一番有啥比啥的无？嗯。来感谢上帝，今仔日咱福建人吼，我咱这个机会来这个所在啊，来这个所在学习表演啦吼。哎，开始的时阵，福建人，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舞蹈团吼？就是这两年这年吼，做出来的吃收益。伊讲哦，荣归宏物，咱爱享活堂来，所以先是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那是太平年伊无随便来人世间，荣大王嘛是咱始祖人华神，咱今日来到咱的道场听道理，荣大王来做咱的华神，天龙八部来护持，有尊贵无？哦，不是安尼尔，金铜玉木瓜木牌，所以先好灵验。听讲千秋现代的一个千秋万古，一千年的一个，即阵不见人欢喜，朱千年千回拿下欢喜哦。金龙游在这个所在在跳舞，表演很好，大欢喜心在里头哦。都是这个欢喜，欢喜的对象，不是安尼尔的。弥勒诸佛笑哈哈，天上不离一佛祖，弥勒佛祖所有的佛祖来到咱的道场。我来做一件。